原来没学了是零碎的，学了过后，因为他这个院校，他用这个院城教学，他渗透的东西，也学就把它连贯的起来。平时发言是表演，讲的是老百姓给学口音，现在学了能够把知识连接起来，跟病人的病情联系的起来，自己有思想准备。原来看病人说我咳好就了。 是咳的药，我发高烧就要发高烧的药。现在通过学习过后，就把这些知识整理成套，融会贯通，把它用到有一套灵活的处方，用到老百姓当中去，能够这个治病救人。糖尿病这些，我看那这些呢，有些发现的医生没法，你必须去查，而且额头去查。 就是三个呢，主要表现的呢就特别的明显，它表现的特别明显，而且就加重了，啊，100塞、100次，哎，达到这样一个水平，甚至于可以达到更多，达到200来次哈，这样呢，你想那200来次，排心率才有多快呀哈，所以我们说。 而且我们在这个架的时候，把这个甲状腺呢，我们曲线连接呢，比如说这个序幕减少，好了，这是单纯性的，说你去平视，先去平。 总比没有。他是用那种还是比不用好？因为尿糖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才回不去嘛。在刚才有个那个糖尿猪，他都不愿意查，我老去那个查查，然后那个时候治疗前就近30-10年以来的好多的积累下来的，以前没有做的。 和因为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，需要新做的事情积累在一次，所以我们开玩笑说，在农村乡村医生的培训和教育上面，必须要有大跃进才行，要有大跃进才能很快的时间跨过这20-30年积累下来的需求。 在那个心脏病以前那种啊，我们对那种人员来发，嘎，反正就只晓得看到肿了都对症治疗噻，就是要去去肿，就不晓得去哪么去强行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在那种心理衰竭，在那种危重的时候，不晓得哪么来处理它，是吧？像不管是他的作为还是他那个。
我现在都晓得了噻，遭了心理衰竭啊，像那种呼吸困难的时候，可以喊他是坐直，双腿下垂，加强他的循环。好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哈，再可以从用药强心灵药。哦，但是我们虽然没吗啡针，但是晓得要打吗啡和隔氧，是吧？对，你看了他就要自己上来。还不能。人家喝这么多，十一点多，十五都不。你站在上头也是的。我看到人民，就严肃不